啊，还装没屌，你知道吗？你们想说，景贺新年的图要画什么东西？反正，然后就想想很久，然后没想法，然后正好我这边跟别人讨论相关，就是讨论这方面的时候，他跟我讲说，那直接去 P 那个 P 站直接去看目前的那个按照 tag 相关字，然后直接看他们目前都画什么就好了，就有想法了，想想也对，因为我很久没有去 PCF 用。我最近都是跑到那个 Pinterest 的那个地方，对，可是他那边你要一直找相关，你要一直去找类似的东西，它才会有相关的东西出现，所以它没有像它就不像 P 站那个样子。哦，安哦，看到了，差不多。我点一下。好了，我已经开了，我都开了，我通通都开了，不该开也都开了。先进度，啊，目前一应该是会晚一点。无一在那个跟他的晚餐厮杀。是的，刚刚晚上好哦。好，开始。这条死狗竟然还在我哎，这边睡。今天是有下雨是不是？来来来。下雨了，不要突然想起来，我今天要干嘛？我去看今天艾米嘛，丽莎，我可不可以用那个裁缝机？啊，你试试看啊。我忘记骑马，骑怎么马做的去。是你有布料吗？我有啊，他有时候会寄给我欸。什么？他有时候会寄给你？对啊，他有时候会寄给我，很所以我有时候。棒。所以有时候我就会有莫名其妙就有布料哦，安哦，只是我不懂为什么，你没有吗？好香哦！你说烤全鸡吗？应该不是吧？我家今天有，我家今天家里有人买了一整只鸡，哦，是肥牛啊？没有那么肥欸，啊，是没有那么肥哦，好吧？没有肥到那种程度。原来是这样子吗？啊，他家要等到9点，现在还不行。啊，叫我没有摸鸡，还是我不用摸了？我现在收菜，现在还需要摸吗？鸡？还是要啊？那个每天必摸的好吗？不能偷懒。难道我今天骑回我来去好，收东西。骑马回来了。我现在收东西加种菜，种菜。我这个不不不不不的声音，然后像不不不的声音。今天只有石头，不想敲。天哪，我手指有点不舒服。这什么？蛋黄酱欸，蛋黄酱好了。啊，蛋黄酱好了。好了一个。就收起来吧。收哪里？旁边那个机器啊，旁边那台会一直鼓鼓鼓的那个吗？那个木头制的，然后就有白白的。上面有一个像漏斗的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啊，是这个。因为现在它会自己收，所以说就不用捡鸡蛋了。OK，还没啊，还没钓到啊。他一直会给我自己下班，所以。没办法，不是重点是他一开始他的那个势头太猛了，啊，对了，9点了，我知道啊，我要先去艾米家看我可不可以用那个裁缝机。啊，所以说你，啊，所以说他要上班了吗？他9点这个门，这个别人家的门就可以进去了。没有，我说鱼啦。为什么？人家吃饭。人家在吃饭，要晚一点。这个有杏子，有樱桃，有美洲大树莓，就是没苹果。
所以我现在要收的东西可多的。对啊，又是嗑药画面，好嗑药。嗑药。艾米丽，艾米丽嗑药画面，啊，超像嗑药的，天哪！他跳舞啊，他跳舞这一段呢、啊？哦，超嗑药的，天哪！是啊，你有没有爱上他嗑药的呢？欸、超级嗑药的，为什么会换新人的脸？哈哈哈哈哈！他到底嗑了多少？你知道吗？累。他嗑完药之后还会累哦。鸟川，鸟川看了一下我，太消耗体力。啊，海胆一颗，还有什么东西啊？哎、欸，鱼免了没有？那个海胆卷心菜还没，兔子脚还没，苹果。啊，哎、欸，我可以用了、欸，我可以用。你要用什么？可以缝制了，缝制中了。恭喜！这什么？这什么？这什么鬼上衣？可以穿的上衣？它可以穿上衣。是可以穿的上衣哦，衣服不好看，呵呵，还是换回来。哈哈哈。哦，啊，糟糕啦，现在已经下午一点了。小一点，赶快去上，赶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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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冲啊！啊，你为什么不挑这？你为什么不挑晴天的时候再去啊？你为什么觉得你为什么挑下雨天？我哪知道还会顺便一起进剧情啊。你哪知道？光这句话就能打发吗？你又不钓鱼的。我现在到处闲逛。最不负责任那个。什么叫最不负责任的啦？海胆，海胆，什么叫最不负责？你给我说清楚哦。大嘴鲈鱼，钻石跟木材，28000，我还有什么东西要买吗？现在，啊，木材，好像暂时没有。哎，对，红魔啊，我突然想到，就是我有去巴看了一下，就是农场的部分，好像有，好像有点扯。怎样的扯？就是有人会建议说，那个鱼塘盖好盖满，然后之后把水稻就直接种在鱼塘旁边，于是乎你就永远都不用浇水了。这么强？因为说水稻它是在水旁边的时候，就是不用浇水这样子。哦，所以那个就算在内了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是。这样子的话，你就可以每天省体力，然后呢，然后还有什么那个？我能想象那个在现实场景中的情况。鱼池旁边是种稻米的。然后甚至说那个后面不是有那个茶苗吗？对啊。还是什么？哎、欸，我记得好像有茶苗吧。你应该有吧，茶苗。然后那个茶苗呢，就是它不用种在耕过的土里面，然后春季到秋季都能收。客家农夫完全不耗体力。不行啊，太快了啦。哎、欸，它真的很快，它你装陷阱那个感觉没有效果啊。不是装陷阱那个是你。在鱼在脱离它的那在脱离你的绿条的时候，它会降的比较慢。它是那个效果。它不是说你它不是说你没办法脱，它不是说它没办法那个很难脱离绿条。我靠，这个因为那个飘的速度太快了。他就跟你说鱼王很难钓呢。
你不要小看鱼丸哦，鱼丸，好吃的鱼丸啊！下班了，都要下班了，所以你要下班了吗？我们还需要连雨吗？不用吧。我目前是有的啦。我有两条。目前是已经扔。他之后还需要吗？之后哦，难讲哎、欸。什么五香乖乖？该死！我也想吃，我也想吃零食了。我比较想要吃那个奶油椰子口味，那个绿色的。我反而比较不喜欢奶油椰子的、欸，五香比较好吃。都可以吧。哎、欸、干，我的 app， 哎、欸、干，我的 app 闪退了。靠背啊！干。啊，换手机咯。干。干，这 iPhone 呢、欸？好惨！好惨！呀，真的我……哦，好了好了好了！我在思索这边东西要不要先砍掉，还是说要先做那个？我觉得我还先做一下树艺彩器好了。什么红茶？啊？嗯？很好。哇，原来鱼饵是没有办法合在，没办法粘在一起，好麻烦的设定。鱼饵没办法粘在一起。好麻烦的设定。啊？好麻烦的设定。它没办法堆叠了。啊？那个假饵没办法堆叠啊。好麻烦的设定哦。嗯哼。我觉得东西，反正上面东西很多。咦，这本东西越来越多了。哎，婆婆，你里面有酒啊？然后。哦。还有什么东西要先？酒都丢哦，酒都卖哦。对啊，就酒都卖掉就好了。现在要卖的东西基本上就是酒而已啦。我把一些不是金星的也丢进去好了。也行，一部分而已啊，没有都说，没有全部了。也可以啊，那、啊、不然你可以把其他那种没有金星的就通通一起扔进去啊。金星的吗？不是金星的，不要这样子。瓜牛，你们这些都不合格，通通不合格，通通丢掉，通通卖掉，通通清掉，拿去做基金。什么？你竟然把它拿来做基金？它没有成，它没有基金成分啦、啊。这个我们要问专业的专家。可是那些鸟不在啊。之后拿去问。超没有意义的。你要那么坏吗？你确定你这样对吗？我觉得还蛮对的。怎么肉八两没有鸡精成分？那什么？看什么鬼？我看哎、欸、啊，铜锭有点少，可能被强制加了像什么瘦肉精的抑制住了吧？瘦肉精，多恐怖！我决定把我红茶瓶盖就不盖了。我觉得呢，该睡觉了。没错。哎、欸、靠！不要给我死狗，你死狗挡屁呀、啊！做得好。干！干！妈的！哦，这鱼又睡在那。接一间成分，珊瑚先不要卖哦，珊瑚都先不要卖。珊瑚我是没有卖掉了、啊，你有卖？我没有，我没有，哎、欸，哦，有吗？有。好吧，珊瑚都先不要卖，因为说它可以做那个
那个海面图腾。哦，还在下雨，可以。非常好，再去一次。明天会有复苏节。哦，彩蛋节。哎、欸，有乌鸦啊！你这边没有放那个稻草人啊，这边被吃掉一个了。哦，好吧，算了，随便了。随便吗？没有啊，这边乌鸦太多了啦。现在种回去已经太晚了。没有，你就补放一个。我这边有没有多的、啊？没有，我这边已经没有多了。我再放一个巫婆出去。哎呀，蜂蜜长大了。什么鬼？啊？不是用长大这个词吧？啊，威力的话，我现在去他会开门吗？不会。不会。你要干嘛？他、啊、那钓饵啊。哦，你说那个你自己做就好啦、啊。哦，现在可以自己做吗？你等级够啊。哎，等一下，不对，没有铜了，没有铜了。我今天把东西弄一弄之后，我要去挖矿，因为说昨天都在弄东西，所以是最没有挖。这个早上就是钓鱼喽。种菜，那好凶。西游走月八鸟才有。安安，我操，晚上好哦。什么东西？西游走月八鸟才有精华。What the fuck？ 什么鬼？不是我讲的。哎，什么鬼？讲清楚，说明白哦。这个你不是你最知道吗？我，什么叫我最知道？我什么都不知道啊。当我知道的时候，我还叫怕两下，你知道吗？我会很恐慌。今晚是不是不一样？哦，对啊，不一样啊，就是跟风破，然后晚点还会有一出现的。另外一个的话，因为说大家都在忙，所以说可能暂停，可能。可能暂停，可能阉割。金矿跟金球，可以用钓鱼来赚金球，很合理，也不错。可是，既然是连续两天都下雨，把我讶异了。还好啦，什么守湖中女神啊？这边没有湖中女神，好不好？本小精灵最会教坏风破了哦。所以风破被本小精灵教坏了吗？哈，有人还在召唤坏啊？我还在努力钓鱼网。我跳进去什么东西都不会有，好不好？金螺还是银螺？都不是。什么？木药鱼两条。风波带个木药鱼两条。我这边会有木药鱼吗？我记得好像有吧，我记得好像就你那边有啊。好吧，到时候看。好像木药鱼吧，你要不要先记一下正确的鱼的名称啊？应该是木药鱼的、啊，没有啊，就那个啊，那个鱼食啊。木药鱼不是在下面河流才会钓到吗？不是吧？你说应该大头鱼吧？我这边是有大头，哎、欸，有大头鱼啊！怎么？你那边是大头鱼啊？我没有弄到那个宝箱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还有。我这边才是大头鱼啊！哦，他要两条大头鱼的。没办法，木要一个大头鱼，看着弄得很像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我直接拿两条金的大头鱼下去。峰峰，你到时候再捕获一下。嗯哼。
下去。新鲜的大头鱼，好吃。鱼吃鱼的世界，真的大鱼吃小鱼有没有？没有啊，风波就像你之前那个，你之前玩的那个一样。啊？原本只是小垃圾，要收成大垃圾之后，才能把更大的垃圾撑起来。你那不就是那个样子吗？渔具破损是代表我刚刚弄的浮标那个东西已经坏掉了。哎，对。所以我现在我这个地方里面是空的，下面那边有一个是空的，渔具就坏掉了。空中是空的。哎，早上都没有渔网啊，渔网出现的是很短哎，它是只出现六个小时是不是？它出现的时间本来就很短啊。我要来去挖桶了，我的桶快没了。什么东西？什么都没有，不好。拿着金十字镐去挖桶，就是有一种舒爽感。哎呀，秘密纸条一条。我是听到旁边有个“哦”的一声，嗯，像空洞声之类的，是吧？咦，你确定要用这种东西当做你的招呼语吗？啊，我刚吃完饭。好哦。啊，还有人在问为什么一不在？因为我在吃饭呢、啊。因为我在吃饭，所以就不在啊。人家很安静的在吃饭呢，我现在在很闲的挖矿中。本本小精灵，本本小精灵出现啦！教坏风波是胆小。他的专长都是教坏风波。啊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哦，一袋，什么一袋？一袋。我很讨厌那个，就是那个新的过头啊。对啊，我真的超讨厌。很痛啊！下去。原来是真的超痛。超痛，14滴。因为你知道那个比较浅层的地方啊，它就会很容易就出、嗯。对，它有机会，但是到深层之后就开始没了。他就是在浅层出现来欺负新手用的，对啊，去的超酷霸的。我等你们换日再上去，我看时间好像很晚了，下午5点半，对，5点半。鱼王今天偷懒的、啊，他今天不想出现的、啊，他不想上2天班的、啊。你看看，连续上2天班，他就是不愿意。哦天啊，怎么又来啊？啊，不行，好，他下班了。最后出来是出来，可是还是很难用，很烦的。我真的觉得超烦，这张地图真的超烦。哦天啊，我在加油好吗？问号。而且史莱姆跟那个、史莱姆跟那个岩石。都变很硬，对，变超硬，呜呼！我真的觉得超级掰的。就他妈的，不要！你史莱姆就应该是要很脆弱的生物，非得要多打几下它才会挂掉。那个石头真的超难敲。哇！天哪，我也是流鼻涕。正常，我都是早上的时候流鼻涕。我刚吃完饭，因为很热，也狂流鼻涕。哦，原来是通了。而且我现在还开电声。哎呀，什么人？什么人？那就是你的问题吧。我一直流鼻涕，我痛苦。啊，不对。为什么？啊，
对，依依，你有忘记领钱吗？我刚刚吃完饭，吃到一半还没有吃完，吃到一半想到上去已经结束了。什么？好吧。快乐吃饭。我觉得你刚刚应该把什么叫快乐吃饭的？我非常非常快乐的吃饭。而且我还有两个游戏没有，两个手游没有撸。我等一下，我结束要先玩手游。别的啦，少前啦，少前跟另外一个哦，日系的换装游戏最近有活动，想说拼一下。哦，他们哦，我没有忘记他。我去，嗯，又有活动。别的不是闪暖，别的游戏，日系的，手游的固定套路，真的，这家酒店了哎，酒店了哎，我现在在挖矿，我也在，我也在挖矿，啊，我最近在挖矿啊，我正在待机，待机准备中。楼梯呢？楼梯在哪里啊？上楼梯的楼梯去哪里？我怎么都挖没有？我看到了。那直接回去就好了，这是那边。我们直接回去就好了。问号。不行，时间差不多。你说你的时间差不多了吗？不是，我说上去。上去？你要离开矿井。你也在矿井啊？我刚有说啊。喂，喂，喂。那个头上有个红色的“喂”字，危险的“喂”。喂，喂，喂。那是老人痴呆的前兆吧？你是说大头鱼流起来哦？对吧？就是说箱子没有了，所以留个几条。那我就顺便留个螃蟹好了。OK 啊，哎呀，螃蟹后面建议全留了，因为后面会比较需要大量螃蟹。啊？这么晚不用没问题吗？这么晚没问题。带去个的。哎干不？好了，出问题了。我才问你，刚才没有楼梯的时候，我才很犹豫啊，想说不是直接回去就好了吗？好了，问题来了。我跑，干！滚！听起来是要GG的节奏呢。很晚了。看，别挡我！啊，我忘记啊，算了。大家都忘记生日是不是？不是啊，不是，我不是忘记那一部分，我想的是比较糟糕的事情。风波差点贵了是吗？我忘记，你要我讲话也是可以啊。我忘记把马卡在你们家门前了。好悲哦！Get 不要！你自己要我讲的。过分。算，因为我现在的时间是可以去放啊，可是算了，我就乖乖的躺在床上就好了。明天过节喽！没有啊，那个刚那一团绿绿的，主要是因为是那个啦，那个怪物入侵、怪物暴走的那一段。我来啦！正在等待主机的活动结束。好，好活动结束。就因为你们还在 loading 吧，所以我们还在床上睡觉都。没有，因为是我刚才伸懒腰。那个史莱姆要放在哪里好啊？史莱姆黏液那些的，右边这边啊。哦好，右边这边，这边啦。没有，我在放水稻了。一上线先生收东西。一上线。哎，依依，你现在有缺哦？没有，你应该有那个，你有那个黑曜石剑的，那也没差。我本来想说，希望那边有另外一把海王星剑的。需要每个人都去采收吗？还是不用？啊，什么东西采收？就采收哦。你说草莓这些的吗？对啊，还是给依依就好了。给依依练等啊。
快乐才说，哎、欸，草莓生很多哎，我就说真的，草莓等级可以一次。其实我喜欢种草莓啊，因为草莓很值钱啊。为什么我身上有咖啡豆了？可能是我刚刚在收的时候没有捡起来的吧。因为说咖啡它会包，它掉很多出来。对，它会掉不止一颗，所以可能是我刚收没有那个吸到身上的，然后被你路过。因为说实在话，那一类东西真的遇到，觉得真的没有印象，就是会看不到，不会注意到的。那我收完去钓鱼好了、欸哦，因为我看下面防风草也要收，全收，全收，然后放到那个收它到绿色的箱子。这也可以收诶、欸，花叶菜。对啊，还在布置哦，好吧，还在布置啊，我们等一下就要去摸蛋蛋了。哦，你说找蛋的活动？对啊。啊，那你们找就好了，好懒，不想找。那不是全部玩家都要去吗？对啊，可是我可以，就是你们在那边 loading 的时候，我可以不用找，就挂机。好买挂机。原来是挂机仔啊！啊，那边上面收完的防风草，帮种帮种，加油 ！Again， 这边还有，这边也要种。绿色的箱子，哦，还有东西可以种吗？怎么一眼就是说好想种东西的感觉？我没种子啦，你也没得用、啊。哦、还有好多漏掉没有收到，没有吸起来的。你包包不是很大吗？不是啊，它就是可能就是这样子走过去就没有吸到。我现在只能。这是哪边呢、啊？右边的对。右边广场。我觉得我晚上再回来弄好了。就是我丢了一些防风草进去，那个种子制造机。种子。火种。好屌！你吃火种？没有啦。要给你一支火柴吗？不、嗯。为什么有人端着白枣啊？啊，讲话错觉，绒毛兔子。现在不想买。这边有草莓种子啊。不用了啦，哦、我都在拿草莓重新弄过了。辣椒粉蛋。马龙。全靠马尼加母鸡的下的蛋维持着，太厉害了吧！他自己这样讲的、啊，超厉害的、欸，超屌的，真的。到底多少蛋？是还蛮多的啊。蛋太多啦！要变史莱姆好吗？啊，这个时候不能这样按。我还没有、啊，我还没有，我没有要重生好吗？我们以前有个扔臭鸡蛋环节。不过很快就被镇长给制止了。太惨了吧！有人鼻子过敏，啊，好了吗？好了好了，我好了。嗯。啊！开始，越发鸟蛋，越发鸟蛋，上线笑得有点爽，大寻宝喽！大家都笑得很爽，不小心害我体力数爆表，还没有。按左键还是右键啊？啊，什么左键右键？拿蛋的时候，我忘记了。
好像靠近就可以了吧？好，没有要点一下。嗯，开始。啊！哎呀，我这次好像找的不是很顺利啊。就抢鸡蛋。好，哎呀，这次找不是很顺利啊，我的路线感觉不大对。啊，左键。没有，我是点右键。左键的。我是按右键的。哇，这边有被限定路线。Nope。糟糕了！哼，要找不到的，蛋不够，太夸张了吧？西瓜到底是从哪边找到的？好多啊，超多的啊，哪找的啊？好多，你知道要不是时间不够，我还可以再一颗。再给我两秒，啊！抓1000块，今天的蛋节就这样结束了。是，你会觉得我很会找啊？不过是跟镇长有，很小，内裤。啊，可以不要吗？下一次的任务就是从西那个可能在西我家找到的那个。What the fuck？ 可以不要吗？我会怕。我们也很怕，好不好？你到底做什么？完全没有做好不好？直接上床睡觉。有人躺了。不是很正常。对啊，我躺的。不是很正常吗？还没吧，10点半而已。可以啦，10点半，躺了。10点半而已，有两点半还问我东西的，现在都10点半就可以躺了。讲的不一样吼。好哦，感谢提醒。什么？那不一样吗？不一样。你是现实的，不要跟游戏里面比较好不好？是好的。到底是冲啥小？是的，船长。是。等一下，我就剩你一个。我还在放东西啦。不是还放东西而已，不行吗？就剩你一个，好意思。是的。好了，明天海莉生日，那个记得带个什么什么香蕉花过去送她。香蕉。香蕉花。哪有香蕉花这种东西？啊，抱歉，我升级了，升到7耶，真的可以升很多。我早上起来，然后我就看到左边那边跟我讲说已经很晚了。对，我也是。还记得去看电视啊？哦，对。薯饼。呀，我的喉咙突然有点不舒服。大概是吃了薯饼的关系吧。哦，原来是薯饼。哎呀，下面又可以收防风草了，停不下来。我收啊，你种回去啊。是啊，我等一下要去找那个皮尔，再买一批货。真假防风草世界好用，甚至交流会。想不到要送什么？送防风草吧。哎、欸，不是假哎、欸。有、哦，这条哎，拿走。我看一下，只有一个吧。我们只有一只兔子啊。你是不是应该要再多几只兔子？是的。我要去找皮尔买一下东西了。欸、等一下买东西。下面有金球。咦、欸，瞬间找不到。兔子自断其腿，有人说它会带来好运啊！洞窟的这里，30个铜矿石，好。捡水果，捡水果。我
有没有苹果？我缺一个。没有。没有哎、欸。好吧。梅子跟树莓。好吧，是梅子。哦，打雷。我靠，闪闪了一下。我记得那个可以关啊，我是不是没有在这边关啊？我。哦哦哦！闪了一下，闪好几下。它可以关啊。你说那个闪的样子吗？对啊，那个在设定选项，我拉到中间有一个显示闪光效果。是，虽然说我也没有说那个东西不好。欸、那个，哎、欸，那个 bug 修了耶。就要避免这個那个通报时的 bug 修掉了，避免那种有人会有心人士想要利用。我刚随便点了几下，哎、欸，奇怪，我数量怎么没有增加？总是有人想要。哪里有香蕉花？到哪里？黄婆家。黄婆家门口是不是？有也要问黄婆，因为说香蕉花是他种的。有啦，应该是在我家前面的箱子。耶、yeah, ，要找到了。意味着他的目标是。哦。哦。哦，海丽现在在哪里啊？在南边，那个广场南边。咦、欸，我是觉得你可以去养，去干个马厩啊。马厩哦，马厩。马厩。可是我没有想要啊，弄错，原来是不想骑马的人，是他想要顺。我没有看到他在他家吗？我不确定、欸，有在家，在家，在家。什么？要不要在房间吧？只有海丽的好朋友才能进入他房间。看我跟他不是好朋友，抱歉。那哎、欸，等下那我开哎、欸，我开你没办法进去吗？你开没办法进。没有啊，888，我被挡住了。空气，你刚是不是想偷什么东西？我看一下我衣服，这样子好不好看？我觉得主要难看是裤子跟鞋子。有没有什么可以让我换鞋子的样式啊？这是代表说，该换鞋子。你不能继续打扰风魄跟你不能去打扰风魄办事的意思。然后我就这样默默的走着进去，走着出来。对啊，所以你前面根本在赏自己巴掌。我只能等而已、啊。我刚刚这样子默默的走着进去，走着出来，看着依依在外边。哎、欸，他要出门的，打门口堵他。挡他、啊，马后小九，为什么突然出现马后小九？没错，今天是钓鱼王的日子。哎、欸，哦对哦，今天又是钓鱼王的日子。嗯，等一下，我们家猪好像长大了哦。当当，收集包已完成，友情金锭五颗。外面有选举的车，等一下。没有没差，我外面还有人在演讲呢。我外面还有人在演讲，超烦。也不是第一次。对啊，每次选举快到就开始那个什么演讲宣传车。拜托拜托。啊，超死。然后我又刚好不是那种。然后我刚好不是那个县市的人，就觉得更加的烦躁。在思考这些东西要处理掉了，哎，算处理掉了。蜈蚣音嘛，九通不要处理，九通数量有点少，先处理掉。啊！我去看看，来得及吗？可以吧？看到，然后再才过去来得及吗？可以啦。那个要往北边呢、啊？北边，我知道我在。别往北边走嘞、欸。我有在种一堆树啊。好，那我种的啊。挡住了、欸。不会啦，你挡住马了啊！
没有，就没有，就下网直接投过去就好了。有我在看呢、啊，什么有些图案感觉似曾相似又，又好像没什么关系的。怎么这样的感觉比较像是铁道迷啊？啊，没有结束了。这边有没有暗扛苹果？当然是没有啊。检查一下，因为我差，因为我是差一个苹果。好吧，没有。啊，跟你说没了。可恶，差一颗苹果而已。去求村长，有也许有几率。什么东西？哪里？好了，干嘛？你在喊什么马尼啊？马尼？马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这什么？算了，应该这样。我拿镰刀看一下。哦，还真的。哎呦，枯萎了啦！哇吼！蹦一下，蹦，震了一下。啊，不然你可以顺便去砍个树。我还在钓鱼，好吗？哦，那没啥。哎、欸，那个刚好快下班了，没下班啊。我们的鱼王准备下班了。准时下班的鱼王，烤腰，雷雨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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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再炸了！等一下，我币的真在哪里？我怎么知道你放在哪里啊？那全部都是你收的，又不是我。找到了。哇，没有，就这样了，就这样了，就这样了。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，我现在干嘛？这个时间点我还能干嘛？我看到雷打成这个样子。我早就跟你讲说，那个以后会打雷的嘛。是啊，有时候已经不打雷的啦、啊。那、啊、避雷针啊，重点是避雷针应该都在你那里，我们根本就没有。但是避雷针不是铁栏杆，谢谢。看一下，我还有铁，我还有铜，然后我还需要点木头，然后就要来去盖我的啤酒厂了。嬉皮酋长，酒厂，我有满满的酒厂。那嬉皮酒厂，鲶鱼。下雨天就是要避雷针。那早上一开始就一直放在那边不就好了？没有，因为说当初是有点没有，当初是好像是那个什么，那个在整地的时候，所以才把它拆掉的。感觉会一直打雷打不停，然后就忘了把它放回去。感觉打雷打不停的、啊，哇吼！对啊，砰，狂打。肌肉最近会不会累积重呢？我在矿坑。哦，好吧。究竟会不会被拐打到跪地呢？应该是不会啦，因为我在挖桶而已。下一层骷髅。不是。不是，谢谢。可惜。我一点不想要哭了，好不好？哭哭。
烦的。真的东西这么难过。那附近有什么？好痛了。还有地精。地精带可以干嘛？啊，地精做那个。做那个什么东西啊？那个，蛋黄酱鸡可以用。哦，它是拿来做道具用的。对。City。啊，那你都没在看合成表？很少看呢、啊。哦。因为说好像几乎都是我在做，是吗？也不是这样讲。通常那个时段的话，我会忙着去赶着去做其他事情。我刚刚在想说蛋黄酱鸡腿是什么东西？你是饿了、啊？你不是刚吃饱吗？对啊，可是我就想说你们在想什么蛋黄酱鸡腿？鸡腿，鸡腿上鸡腿，然后上面沾满了那一瞬间，一瞬间很困了。鸡腿，你是不是饿？你饿了吧？你该饿了吧？有没有饿？我吃很饱。你是不是想吃甜点？这个东西是甜点吗？我想吃哈根达斯。不是，我有是 custom 之类的。我想吃哈根达斯。不是公园吗？哈根达斯。啊，不是公园眼科吗？要请是不是啊？来啊！干，你有什么不敢的？啊？台中而已嘛，四八四。完了。我不付车费啊。哎，我当然自己付啊。车费自付，餐费请客，餐餐自由付。餐餐有人请。啊、怎么叫餐餐有人请啊？问号。大家一点哦。没错，不是我刚不是我放避雷针之后，竟然还给我打雷，没错，再给我把那个桌打掉。没有，他就只是吸引而已啊，还是会把田打爆啊，有几率的啦。对啊，哎，好吧，你在期望什么？地板啊，这边没有铺地板，还会把地板打爆，超好笑。我目前这边没有地板这种东西，有铺地板的话，地板会爆掉，超好笑。没有铺地板的话，地面会直接挖爆一个的坑，这样跟苦力怕一样。安全的回到床上睡觉，可惜。安全的。哦，今天卖的不错，都8000。马油奈子，是啊。然后需要酒。拜一有什么东西吗？没有。没事，今天礼拜一没事。有马后修酒吧。What the？我怎么又是马后修脚？那个艾弗林奶奶需要大葱。大葱？对啊，是九寸的大葱。大葱，看清楚哦，是九寸的大葱。大葱，你自己都没有看不是吗？他自己要说他，我还没收信好不好？可是有葱，可是他那个，可是他在信件里面他说他要大葱哎。可是你要再跟你说，到底是大葱还是九葱？有葱，好麻烦哦。没有翻译问题，翻译的多。他这个翻译始终没有改过来，反正都是西游的错，对。狗屁事啊！都是西游的错，对。不是哦，狗屁事哦。反正那个葱防风潮的，我刚刚才从那个就是岸港一堆。每次听到那个噔噔噔噔噔，我就会觉得，我就想起我之前打爆西游那个熔炉的时候。奇罗种菜，右边还有草莓啊！还有吗？右边还有草莓啊！我找一下东西。爸爸，右边没有啊？右边，都打门口。右边小，对不起。可以再右边一点。我木小了。变。接下来看一下温室，因为温室里面有种菜。
你们这个目标有打算玩到什么时候要 ending 吗？ ending 吗？说一整个这个系列，目前应该是想要先搞到爷爷回魂吧。搞到爷爷回魂，先是爷爷回魂啊，但是回魂之后还有其他的内容。有，那就是应该说是那个什么，那个收集包全部收集完之后，它还有后续的内容。啊，你说本本哦？不是本本啦、啊！我都说那是本本。为什么又是本本？我都说那个收集册是本本啊。为什么一直有本本？我觉得有点怕怕的。啊，我没有在九重，九重我记得是要去路上拔，对不对？箱子里面有。没关系，我既然空手来，我明天再来。刚又这个，哎、欸，有莓果哎、欸。过去找奶奶，然后之后说：“你看我手上是空的哦。”然后跑走。Again， 奶奶，奶奶问号。过分、哦。美洲大树吗？我没有那么急掰，好不好？对，我觉得一可以去弄一下美洲大树莓。他到处捡莓果。春天现在出了吗？应该还没。现在出了、啊。有出了，有出了，有出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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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了。我在海边捡东西，等一下，我捡完东西要先钓鱼。我想一下，我现在要去哪里啊？你现在要去空手给奶奶看。你？奶奶，你看，空的。然后回家。空的。然后被奶奶痛哭。空的。不是，跑去给亨利啊！你看，空的。搞什么走？好恶劣。等一下被真的会被奶奶痛哭，我跟你们讲。这奶奶会变得非常的强。超恶质。啊，怎么又有任务啦、啊？东西，捕鱼技术，捕鱼技术，太阳鱼120秒，太少了。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的钱给不够，我才不想做呢。对啊，一没钱，二没有好感度，我为什么要做？因为你是西罗啊。对，我是最后才不做啊。因为你是西罗、啊。没有原因，就是因为你是西罗。嗯。对了，我也想去买那个福袋。你可以买 loot box。你不是早上跟我讲，你到底买了什么呀？去买 loot box 啊！可是好死不死，好像 seven 的已经没了。去买 loot box。全家的、啊。到底那个是多少啊？多少一袋啊？199。199一个，其实蛮少。你可以去买那个、啊、冰桶变异宝可梦卡包啊。抽卡是不是？又要再抽啊？用抽卡来算算你的运气？没有啊，我是想买，我是想买一个福袋，然后顺便吃个零食。啊，直接买零食就好了。没有啊，顺便看，顺便可以买一些有的没有，顺便里面有一些有的没有的啊。简单讲，只是想撒钱而已。没有，只是刚好有一些什么那个咖啡兑换券，刚好我最近比较需要咖啡。好想浪费钱的意思，什么东西啦？为什么就变成浪费钱了？咖啡哦，因为那还不如直接买咖啡就好。没有，就是里面一些零食饮料之外，就是还会有那个咖啡兑换券，就是整个买起来可能会比较超值一点。真的有比较超值吗？行的啦，要吃零食的话，我可以推荐哦。我最近觉得有几款洋芋片还不错吃。真的老了，就是基本上只会吃洋芋片跟巧克力，其他零食都不太会吃。没有，基本上就是那种咸的比较对胃口，有没有？我不晓得哎、欸，如果是苏打饼，我就觉得还好。苏打饼只适合上班偷吃。苏打饼是不错的啊。我本身还是
有东西我就会吃，我没有很忌口的。我会稍微挑一下，比如先去那个买大卖场买零食的时候，我都会挑洋芋片。只是我现在是会晚上会出去慢跑。啊，你是会挑洋芋片，然后玉米片会挑吗？鱼乎成就。玉米片反而不怎么吃，因为玉米片不就是那个吗？多利多汁。对啊。我反而不吃多利多汁哎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就除非说我想要的那个架上没有了，我才会去拿多利多汁。没有，因为说我不知道怎么，就是说吃洋芋片，我会很容易就直接跑厕所就喝。减肥良方吗？应该不是吧？不是哎、欸。你知道就是那个，可能说差不多四点吃洋芋片，然后六点我就会想跑厕所。你可能是对那个过敏吧，因为他们在制作那些产品的时候，不是有一些有，然后袋子后面都会写说，可能这个管线不是管线，这个制造线有什么什么东西，然后你可能就是因为对那些东西过敏。没有啊，基本上我是对海鲜过敏啊。那个地方做海鲜吗？然后后面有的会写啊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因为好像每个口味不是，就是我去，不是应该说我去买那种乐事啊，还是品客啊，通通都会，甚至说去好吃多去那边买什么洋芋片，吃完通通都会，没有一个例外。你该不会是对麦类的东西过敏吧，还是什么东西？因为他们那个生产线最常碰到就是小麦跟牛奶。我会喝牛奶啊，我也会小麦，我之前也有喝啤酒啊，都没事啊。我不知道的，不要问我，救救我！没有，可能是我比较缺一点什么东西吧。缺拉屎是不是？什么东西啦？缺拉屎？到底讲什么？所以说每次那种什么，感觉自己好像不是很通顺的时候，我就去买个一包洋芋片。不是这样子啊，不是，就是会变成，就会突然这样，奇怪，有感觉，然后去跑厕所的时候会觉得很通顺，一路顺畅。秘密纸条里面有一张是说那个项链用丢了，那是谁？那个，我不知道。那个人，原来是那个，也是象征自由的项链。我早餐店奶茶不是早餐店奶茶啦，我最近都没什么在喝奶茶，好不好？啊，可是奶茶的话，我最近是买那个豆奶，就是豆浆加牛奶的。哦，那种的，那种的也可以啊，就是像蜜豆奶那种感觉。应该说那个是豆浆红茶啦，它就是豆浆加牛奶的混合这样子。哦。然后就它是益美出的，没有工商，我都会买一瓶回来，这样买回来喝，但是不好买。我就知道，因为说我现在都比较喝那个无糖豆浆。啊，豆浆的话我也会挑，因为牌子不一样的话，那个豆浆的味道也会。会有杂质之类的吧，我猜。嗯，我觉得不是杂质，就是我觉得可能是煮的方法吧，就是喝起来会有点，都会有点不太一样。不是怪怪的，就是可能。因为我之前去喝过就是有一家早餐店，就是喝起来让我觉得奇怪，怎么好像有化学的味道。啊，可是如果是早餐店的话，我觉得都还好，因为他们很多都是浓的，就是。不会过滤渣，然后或者是故意煮的比较浓稠。嗯，没有，那个是直接看到旁边直接拿着一袋，有没有？我就，然后喝下去，哦天啊，这什么鬼啊！啊，你说用塑胶袋装的吗？哇！啊，那种我不买，因为我觉得很奇怪。对，那个味道非常奇怪，因为说像我之前是。我是因为是去早餐店买豆浆，结果又在看到他是拿那袋子，我就试试看一喝，哦天哪，直接倒掉。
因为有的他不会给你吸管，就是你要咬那个袋子的边边。不是啊，不是，他直接一个大袋，一整袋大袋装的啊，他是说他是大袋包装，然后之后去加热这样子。啊，我没有喝过那种。然后之后我就喝下去，哦，奇怪，怎么好像有点怪怪的味道？重跟我平常喝到的那个豆浆的味道完全不一样，就是有很化学的感觉。可以，这很化学。我没有喝过哎、欸。我觉得超可怕的，于是我就直接把它丢掉了。每天回家最困扰的事情就是我找不到东西要丢哪里。东西丢哪里是？太多。超困扰。我快跪了。因为放东西的方式不一样，所以就我今天没有骑马吗？身骑白马过山。马在矿井外面呢、啊。我的。都是，我的也是。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问你啊。我不知道，问你们啊。我是为了要挖矿，所以我在其他那边放着。然后风破的话，我就不知道了。我的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为什么你会放那边？我不知道啊。大家都不知道。大哥，好了没有？喊了。我要用箱子，想说。喊了，没有人知道了。真是。哦，刚刚依依那个的角色刚刚呈现一个 bug 状态啦，他就是维持在一直在奔跑的状态，然后一直移动。蜂蜜又成熟了，收起来。原来是 bug， 原来有 bug， 又有 bug， 原来是什么东西？哦，蜂蜜一点的大哥，一点的。是，哇塞！明天没事，睡觉。二代级，我战斗升级了，终于七等了。我钓鱼升了 ，level 三。一瞬间觉得家里好亮，哇！我突然觉得依依又要收好多东西了。这周会不会贵哦？我希望是不要啦，我希望是不要贵啦。啊，我忘记了，算了。有人忘记送礼物是不是？不是啦，那等一下怎么送礼物？生日送礼物啊，不是吗？是啊，我不是啊，我忘记把猪放出来了啦。哦，松露哦。哇！我想说，我们上次玩的时候，你大部分叫的时间都是忘记谁生日送礼物。有，他之前也蛮常这样喊的、啊，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违和感。忘记啦！我操！啊，羊跟猪。哦，好胖！西罗种菜，西罗种菜。好、哦。猪好胖哦，天哪，超胖的有没有？肥美多汁，鲜嫩。哈 ，take， 我觉得好像有人又要饿了。培根，咦，温室也有哦。好，搞得像劳工一样。付我钱。没有那个，等一十等之后，我就开始。好多、哦。没有等一十等之后，我就开始收了。可是我真的说草莓真的升很快哎、欸。有啊，里面就是草莓跟那个上那个古那個、古代水果，两种。啊，最近都没有什么有趣的低几率事件发生，有点惨烈。甚至连陨石都没有。对啊，我怎么没有陨石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我之前玩的时候还有陨石，不然我这次没有。
还是因为你改成四角农场了？不是吧？哦，之前就没有了好吗？哦，西罗多尼抓到了啊！可能有些东西改过之后，它就不会有作用了。应该不是才对啊！不应该啊，这样子。我叫不应该，问号。然后不应该会这样子，不是吗？不过我就看有没有那个数字，它修 bug 的时候更新的时候当成 bug 还是什么，把它处理掉的。如果说被当 bug 处理掉的话，那也真的蛮扯的。或是他们 update 把几率又在拉低啊？正常他们是把几率拉高才对啊。那你天天都陨石，砰砰砰砰，感好恐怖、哦。惊恐，我觉得怕，怕，那个真的会很怕。啊！我又忘记拿酒冲，忘光，我都出门了，算了。你是忘记了，还是害怕想起来？那个声优玩很像第五集的，今天刚上，大家可以去看。没有中字，全日文。我就看到一堆大树莓，摸一下，沿路看到摸一下。怎么看到一堆莓？然后看到就摸一下。What the fuck？我觉得一是想要表达这样子的感觉啊，所以我就顺势继续吐槽。这样不行啊！我们也这样不行。哎、欸，没有，我说的其实是指西罗啊，因为他现在摸的是梅，不是吗？树梅好吗？梅果。梅。大树梅。What？ 我觉得怕。怕。我觉得这年头。一堆人的耳包特别严重，因为最近总有人想真的啊啊啊！总有刁民，糟了，是刁民，糟了，是世界奇观啊！阿克，哪时候来玩个世纪帝国？可是你们的是新出的那个版本，不是。就之前那个什么征服者那一个啊，还是要玩新的？没有没有，新的是最近推出的那个，不是最近那是决定版啊。看到时候要统一买一个版本啊，要不然很麻烦。因为我世纪帝国我有啦，我是说二代，可是那个是旧版的啦。对啊，要先确定是哪个版本，它超多版本好吗？就基本上经典款征服者入侵，只是说现代的那个决定版事实上也算是征服者入侵的，就是。目前比较经典的，只是说算重置版吧。重置，然后1080 HD 这种感觉。啊。至少我不知道那个1080 HD 到底有什么用啊？就让你看着高兴而已啊。骗钱用、啊。也没有啊，因为说我看别人开台过啊，但好像就普通。啊、就没有差、啊。骗钱用，懂吗？好啊。直接讲出来骗钱的啊！糟糕了，是这个。糟糕了，是世界奇观。又世界奇观，怎么那么多奇观？我、哦、靠！为什么一堆楼梯挡我路啦？因为是世界奇观。我刚刚说糟糕，是因为我现在遇到的是骷髅。Nice。骷髅那个真的很烦。有啊。Nice shot。所以我都一个一个赢。我刚在这是从翻掉的就加骷髅。好浪费哦！这个镇上的人怎么把可乐全新的丢进垃圾桶的？你就知道他们有多浪费。好浪费，而且有时候还翻到面包或饼干，超浪费啊！还有海之盛宴之类的。海之盛宴是三小。有啊，他们有时候真的就是给这种微妙的东西啊。反正就是不会很，那基本上就是大餐啦、啊、对啊，就是大餐啦、啊、钓鱼用的大餐。满汉大餐是不是？料丰味美，我
才刚吃好，没有多久问我是不是饿了。我吃了一个小时，问我是不是饿了，真的是。看我钓鱼 miss 了，都是套路。哦、oh. ，都塞好的。哦，那都塞好的。掉到九甲库。原来是可乐。你到底收了他多少钱？我比较想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把钱汇进我的户头，强迫我工商哎、欸，自助性行销，强迫性。对啊，就在扣啦，这样不行哦。乔家真的很厉害，真的，到哪里都有他的可乐。因为成本低吧，所以可以这样玩。可能哦，啊，反正就糖水跟那个二氧化碳吧，然后还有气。可是初代的有时候会掺一点骨科碱。可是现在已经改那么多版，应该就没有骨科碱的啦。可能掺的是大麻了吧？是大麻，我加了大麻。没有，可能掺的是咖啡因的。大量的咖啡因。是大麻，我加了大麻。那你加了大麻？警察，有人吸在大麻？哦，是C罗。我的，为什么又我？醉的。这么兴奋，什么东西呀、啊？跑那么快干嘛？谁？史莱姆啊！这史莱姆到底在兴奋什么东西啦、啊？哦，他可能喜欢你吧？不要。像为什么我会跟大麻扯上关系啊？我什么都，然后搞得我跟什么东西都可以扯上关系一样。大麻掉到箱子，鱼饵，怪物入侵呐、啊！邪灵入侵是不是？他不是有出二吗？二也很久了。有啊，欸、上次东特的时候打到二五折，我还是没买。我没有，我本来就对那没有太大兴趣，就没有想买的欲望。因为我觉得二的故事其实还好，就有一点没有一那样子。对。哇！我遇到被入侵的区域，直接上楼。我现在在被入侵的区域。你们俩都被入侵是怎样？都是我的错，有没有？要我屁事啊！可是我觉得他自从上次改版之后，他那个入侵的几率好像变很高，就比较高一点。哇，身上很强的史莱姆，糟糕！哇，还有骷髅头，他喵的、哦！我只是一般的那个入侵而已。是爷爷？什么李岩？爷爷啦，还李岩。你想念那个酱汁了吗？根本没有尝过。你要跟我讲想念酱汁，再一分钟就可以做好了。只要再一分钟。回家喽。哎、欸，进洞口。哎、欸，就哇，差点要被干掉，吓死！我该回家了。什么？因为史莱姆想跟我玩？没有。你玩过别人就抛弃他了？什么东西啦？为什么？我好像有哪里怪怪的。抛弃哦。为什么感觉好像哪里怪的？错觉吧。啊？什么哀嚎声？没有哀嚎声好吗？好、哦，我哀嚎声啊，奇怪。好、哦。啊，那个，嗯，那个，酒好了。说有些鱼四八四有要丢啊。金星以下可以丢。嘿。啊！帮我丢，我刚刚都塞进去了。没关系啊。
全部都塞进去了。对啊，没有例外。不习惯，然后要找东西放，然后一直翻箱子，超好笑。哇、哦，身上都满。啊，那个酒家可乐被放对，随便你放，你喝。啊，看我倒喝、啊。更粗鄙。啊，怎么那么多史莱姆？他想跟你玩呢、啊。不想，我一点也不想。一表示睡觉，要12点了。我还在矿坑。我那么早回来是因为我要翻箱子翻很久，不习惯，所以找东西放东西会花比较多时间。啊，好了，我也该回去了。我该回去了，12点了。看一下我的铁矿哟，哇！我今天挖了97个铁矿，很棒。反正又没多久就弄完了，对，又没多久就弄完了。哦，想睡了。你是说现实状态，还是说是游戏啊？我说我本人睡了，我就知道。这游戏的步调超困的，轻松休闲。好像玩逆转哦。我逆转开始玩二了。我一代还没破完，我大部分都知道剧情啊，然后就还没破。可是每次到后面，他的那个逻辑点就变得很困难。等一下，为什么要我接受史莱姆的爱啦？我才不要！哎、欸，我农耕又升级了，不错，恭喜！升8级，代表说你快十等了。我觉得升10等也。经验值会变很多很多哎、欸！打！可是逻辑其实还好。哎呀妈！我说逆转的那个逻辑点，其实一代应该还好。那后面不好想。那是我在思考它里面的东西的时候，那你玩二三代一定会死掉，不要会更奇怪。草莓，有时候它的点会很微妙啦，你不太清楚它想要跟你讲什么。它当然有时候只是单纯找找看啦，因为它有固定路线，所以有时候显得很麻烦。咦，记得在九冲了哦。啊，我昨天就拿的，昨天回来的时候整理身上的东西，顺便拿的。好，我好希望4代、5代、6代也出在上面，还有那个大逆转，还有逆转剑士。那、啊、它好多哦，超多逆转。可是逆转裁判啊，他就是逆转裁判啊。啊？他就是逆转裁判。我刚刚讲就是逆转裁判。好，西柔没有跟上我们的话题。刚好没跟上话题。就是一直没跟你喊意义。逆转啊！跟你喊意义的那个。意义阿里。而且说实在话，他讲他中文喊的时候，听起来是在讲意义。嗯。我记得好像还有那个什么。哦，安。好像还有其他的吧。逆转检视之外，还有什么？还有像类似像前传那种的，就大逆转啊。对啊，然后那个时候的审判长很年轻，可是长得还是差不多。很年轻的操劳，到底什么意义？就是说他的就是胡子就，他那个胡子是黑的啦，我印象中。怎么办？怎么了？我帮你怎么办？啊，没事。真是，没事。记得种菜哦，西罗。好啊。这个我要，再来一点小桶。哎、欸，应该这个时候真的。我要带几个桶子呢？嗯，草莓是拿去做草莓酒了吧？啊。我想去找那个项链好了。一般的草莓怎么？没有的，只剩银星跟金星。
那个项链要去哪里找啊？还是说他在这个采石场？你可以来采石场看一下。不要，拒绝我不要。那个什么项链是在澡堂里面找得到，还是外面找得到？没有澡堂外面，在外面找。哎，拿出你的钓竿。为什么是钓竿？他掉在水池里哦。好像是吧。拿出你的钓竿就对了。你想要吃汉哦？没有那个活动伤心啊。西罗啊。怎么了？安尼唔汤哦。又唔汤啊？人生就是用母汤组成的。那加一起母汤起来是吗？牡蛎汤。哎，这个澡堂上是往澡堂上面吗？澡吗？还是？不是。要不要在哪边呢？它不是澡堂附近吗？在澡堂啊。澡堂旁边那个小水池吗？对啊。啊！有了耶！那个 solo 在地，那个图案真的很像屎在地上。靠！你说粘土吗？是。在，我是说屎，不是说像黏土。它就是松露啊，它就是屎啊。这个项链是谁的啊？啊？这项链谁的？不知道，你可以看一下。它就说是湿湿的项链，然后华丽项链而已啊，还是湿的就没有了？没有啊，没有，你看是谁掉的啊？哦，我要从纸条开始看吗？啊，你看是谁把它弄掉的啊？秘密纸条25吧，没有啊，借了跟妈妈借一条项链，但是在澡堂附近丢了。啊，我叫不知道了。虽然说我也没有，那个我也没解。我现在的情况跟上礼拜碰到情况一样，就是那个东西捡了之后，它不会马上到我身上来，会有点顿一下，刺一下，对啊，顿一下。哎呀，铁刚好好。采树莓的时候超级明显，就是有我刚弄的时候也会这样子。可是不会马上到我身上来，我到底要不要继续采树莓呢？交给别人采就好了。西罗啊，为什么？可是这个采集它可以赚那个吧？它可以啊，对吧、啊？它可以练经验啊，觅食技能。然后秘史技能，然后就可以捡到两件镇长的内裤了。啊！重点镇长的内裤，你要重点镇长的内裤吗？而且两件，他应该要一个时间点过去之后，然后镇长就会说我又丢了我的那条内裤，是的。可以不要吗？我就有点母汤就是了，奶奶，这样才可以每次都看到有趣的画面呢、啊。我觉得这个画面没有很有趣呢。哇，今天放了二十几，大概有十几块20桶的那个小桶吧。有谁可以跟我讲说，华丽的项链是在哪边的、啊？我还会想说那个有谁可以讲、有谁可以跟我讲说，镇长内裤在哪边？我要来去找城镇中心了。好安。我还是还没有出那个欸，要去那个中心，然后跟巫师讲话的任务。到底我还没出欸，会不会是 bug？ 阿伯，就是其实，欸，奶奶去哪里了？我是比较中期才进入了玩家，所以如果是 bug 的话，我就完全不能跟巫师讲话啊。做神塔一样，我不确定是谁去哪了，我不确定是哪个镇上的，因为我知道是要过一段时间之后，那个镇长会来跟你说那边有一个废弃的，是的，会跟你讲话，然后你要进去看完之后再去找巫师，这是有个任务的流程，可是到现在不知道哎、欸。我要来去，我要来。女性声音是谁？女性声音是依依啊。
啊？是有声音？没有，我们这边有人不知道。还是大姐姐吗？是。这是怎样？我的声音很多变，是不是？等一下，为什么我又变痴汉了？问号。我到底哪里痴汉了？哼。看你这个笑声好欠揍哦。呵呵，这样子，啊，被霸凌啦！可以不要这样子吗？我嘿嘿嘿，我不少要沙丁鱼，沙丁鱼，沙丁鱼呢？应该没有，你们没有吗？啊！之前也不是有钓到，还是都卖掉了。因为我都直接丢箱子。好吧，那我先去钓看看。算了，我这边直接把那个。可能是昨天那个整理的时候，风破把它卖掉了。没有，可是我昨天印象中没有沙丁鱼。算了，没事，我直接从那个鱼，我直接从鱼池里面钓起来好了。你想干什么？钓起来了。我把它要吐。因为说好像隔一天还是隔几天之后，它又会再涨回去。是怎样？它会再涨回去。系统投放是不是？它会繁殖啊，知道它会繁殖，所以越来越多。投放好。比目鱼，大比目鱼。所以到底我连钓鱼也开始延迟是怎样？玩的延迟的游戏体验。我连钓鱼都可以延迟。Why？阿爸爸，谢谢大家，我要下班了。什么东西？对，礼拜二是玩那个，玩应该是黄牌那一类的吧。呜呼！一瞬间两个人都没有回应的感觉，很好笑。还以为是不是断线？没事，好久不见的贵弟，没有。我没有要跪好不好？可是如果是黄牌，我应该会 pass 小游戏 pass。为什么？啊？黄牌不用 pass 啊，对不对？可是我想 pass 啊。为什么黄牌你要 pass？ 我不想玩小游戏啊，怎样？哦，跟潘姆也一颗星星了。跟潘姆一颗星星了。对啊。于是乎，铁又要没了。耶、yeah! ，弄干净。把获得的流失。我再钓一条鱼就回家。再一条。再一条就好。红破金，哎。然后你有卖酒吗？还是还没？我刚有卖残破的三叉戟耶！哇，越来越奇怪啦，这个感觉就是一个附魔大失败的等级11是匕首哎，15到26，普通吧，普通的武器。我忘记去关门了，什么关门？哦，动物要关门，要不然他们如果下雨，他们在外面会扣我好感。嗯，没有，隔天的话，你就会发现说，嗯，镇长就说，嗯，我们今天抓到一头野猪，好吃，做成了培根，我的猪。让我想到那个火锅，他们不是会分很多肉类吗？然后有的会写培根锅，然后就哦，好油哦。好吃，好油哦！好吃，那个一听就超油。我想，我们左下角的那个农场有要规划成什么样子吗？有没有什么是可以不用太常去看它的？那种，就是要那个时间很长的作物吧。嗯，也可以啊。
这个过仓开始翻箱子了，找不到地方放，狂翻箱子。你要塞什么？不是啊，就不熟啊，就一直翻箱子。OK， 放错了。不行，我决定了，我要再去弄一下。12点的大哥睡觉。我要再去弄一下。再给我，再给我1分钟就好，再1分钟就好。八八八八八八，谢谢大家今天水光豆子。哦，什么鬼？不行。啊，好了，又再丢3桶下去，狂扔。风破已经上床了，风破我看到了哦。什么？算了，来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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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人问风破，他到底干了什么？什么鬼操作、啊？这个到底怎样啊？什么鬼啊？哎、欸，我农耕又升级了 ，level 9。哇，快了，超快！真的是很快呢。尔虞我诈。啊，有啤酒的话，可以做啤酒机。请留一瓶给我。糟了，我们现在一大堆人都饿了。下次必点的东西，啤酒机嘛。你要下次有去那里啊。今天有东西要说吗？好像没有。哎，有哎，防风扫。喂，七罗种菜。跑去他家那个敲门，种菜。没有啦，我到外面啦。打电话，种菜，然后关电。换电话啊！人家小屁孩，我才不要做这种事情呢。抱歉，外面有那个。哎呀，没事啦，反正我也习惯了。自家外面叫哦哦哦哦！天哪！爆炸潮的那一种。哎、欸，矿井那个矮人，他喜欢的是萝卜，对不对？啊，他喜欢的是什么？矮人啊，喜欢宝石啊。他喜欢的是宝石，不是萝卜吗？萝卜我就不知道了，基本上是宝石啊。基本上我都塞宝石。他说他让他想起家、欸，哎，那应该是有、哦。对，没有，你可以点一下看看啊，你可以点那个好感那个地方去看啊。他现在不是都有那个最爱的东西是什么？还喜欢的山洞萝卜，他喜欢山洞萝卜啊，那就不是最爱的。他最爱的话是宝石啦。对，可是萝卜目前用不到，我可以拿来买，可以送他这块也可以啊。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，就是延迟的那个好像变更严重了。啊，更严重了，我看一下。对啊。我刚刚看那个大树莓，然后就掉在地上，然后我走过去，他不让我去，还移动，我就还移到旁边去，我想说这是怎样？飞到地图外面去了。他就在那边蠕动啊，不让我吸血，延迟变严重的。笑、
我觉得我要跟大家说八八了。我先把一些东西关掉，虽然说不知道这，虽然不知道关掉那些东西有没有用。啊！我跑错地方算了。八万块，八万块要干嘛？啊！我可以升级我的金斧头。八万块，丢水里。不要啦！拿去修机车。啊！我继续挖矿好了。现在还是有够缺铜跟铁。你从游戏一开始就一直跟我讲说缺铜跟铁，到现在还是缺铜跟铁，超缺的好吗？为了我们的钱，超缺的。哇，万象金球哎、欸！不要正经的，我的左手食指有点痛痛的。左手食指。海边捡东西，安安，讲话，好，讲完话了，干，被 NPC 挡住，妈的！哎，这有风波，我在想要不要去，我要不要去买一堆那个蟹笼，然后塞在那个海边。嗯哦，也可以啊。我先获得金矿的管道全部都是宝箱，都是宝箱获得。做了什么？不知道啊，就熬一下，就突然不舒服，熬一下手指之后觉得更不舒服。那一定是你一次没有熬十下手指。啊。痛啊！我是不是要末梢血液循环问题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我是不是要涂一下那个悟性兽活的礼物了？一条根。涂啊，没有人会阻止你的。我到现在还没用它过。什么绿手指啊？问号！绿手指指的是很会种那些的人，叫就是种植物会比较繁茂了。对，种很会园艺的人都会叫绿手指，哦、这个是专有名词。不是，那观众在说绿手指。我看到啊，本本小精灵。我有看到。啊、我觉得他说绿手指跟你们所想的绿手指应该。应该是不太一样的，可是绿手指就它是园艺界一个专有的名词，这样我知道啊，就是园艺是那个样子没错啊，但是他心里的绿手指绝对不是那个样子。西罗很会种草莓。我们还有啤酒，可以不要这样子吗？啤酒，啤酒，秘鲁，你在问我们的啤酒人吗？你要哪种啤酒啊？普通的秘鲁铁盒啊，半啤酒还是啤酒？啤酒啊，说普通的，两个字的，好像还没有哎、欸。我们这边没有两个字的，我们这边是有三个字的啊。半啤酒，两个字的啊？我要两个字的，没有的话我用买的。你可以买，或者是说我们，欸、我们现在有小麦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不问神奇海人呢？半没差你就买吧，几百块，买吧。几百块，我只要一个而已。对啊，买吧，几百块而已。好。哇，机器人呢？机器人哎、欸，聊天室机器人。聊天室机器人。他就是叫你买那个、啊，他你买他的东西，他就会给你一堆那个 follower 这样子。哦，广告机器人，洗八楼用的就对了。哦，什么烦？哇塞！一瞬间又跳了两个那个楼梯出来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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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我处理一下，我处理一下那个机器人。哎、欸，哪里？你好，不能处理。困扰。我不能处理。
好困哦，怎么那么困？我刚忘了做，我刚忘了弄东西，现在不能处理，完了。你现在没有 Google 克隆姆是不是？我少克了点东西，所以没办法处理好吗？多嗑药，嗑哇，忘记嗑药了。多喝一点可乐吧，就加可乐，有假的吗？可能叫 cocaine 可乐吧。唔贪哦。啊，对了，你们觉得我那个我煎的那个牛排感觉怎么？看起来感觉怎么样？普通。我比较想知道是哪个部位。然后那个板翼哦。哦，板翼。反应还好，还好，我觉得还好。你说我煎的还好，还是说材料还好？你觉得吃的还好？那个部位还好。哦。对我来说还好，因为我最喜欢的是那个纽约客，纽约客。哦。是纽约客还是老刀？那个部位叫纽约客。嗯。我比较喜欢纽约客。没有，那是刚好那个好事多特价。我也想去好事。现在他那个一定要卡。可以去啊，对啊，那边要卡、啊。你知道台南的好屁呀、啊，算那么快、欸。台南的好事都超级远。超级怎样？超级远。还好台中好事都就在我家附近。台南好事都真的超远。那个台中好事都骑车大概五分钟。我昨天骑过去大概要一个小时吧，好远哦、喔，好远哦、喔。他是在市区没错，可是就市区的边边。他们这个对于市区的定义不太一样，对吧、啊？嗯，没有不一样，那边是市区没有错啊，是台南市没有错啊，旧的台南市没有错啊，可是就是远。从台南市变台南区了是吗？那边反正就是旧的台南市啊，我那边有办法，那边就有远。没去过好事多，你可以去去看啊，对不对？那边很远。但是好事多就是你进去之后，你没有喷一两张小朋友，你是出不来的。其实不一定哎、欸，如果你真的没有要买什么东西。看的话，其实没有、啊，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个家庭的话，你没有喷个几张小朋友已经出不来了。废话，你因为他东西都 你过去就是为了买东西的、啊，你过去不买东西到底是没有，就是可能说你去那种其他家，可能说一张两张小朋友都差不多了，然后就好像说可能要喷个三四张。干，纠团去好事多了啦！来啊！有什么不敢的去啊？我是有卡啦。刚才才去好事多，为什么突然变就才去好事多？我靠！这就不要问我啦，这问我也不知道啊。因为你的事情好事多了啦，然后再去公园眼科吃冰，完美的行程。赶不到完美，要先去吃冰，再去好事多。不是应该先去好事多吃个午餐之后再去吃下午茶吗？这样子吗？是这样子吗？是这样子吗？我不知道。那、欸、你不知道你还说个螃蟹呢、啊？啊！啊！所以好事多吃个午餐，人超级多。是有那十步吗？不是啊，如果你买东西的话，你先去好事多，你那些东西要先处理吧。啊，鱼跑掉了。我没有啊，就是去买个什么一盘寿司啊，还是什么东西的。我记得有还有生鱼片，对，我记得有生鱼片。我开始听到有一种怨念的感觉。然后说还有，然后可能说还有那个，还有蛋糕，然后一袋烤鸡。可是我对他们，我没有吃过他们的烤鸡耶。烤鸡味道是不错。然后我自己是比较偏那个鸡翅。哦，又要翻箱子。我现在我自己是比较偏那个辣鸡翅，辣的鸡翅，辣鸡翅呀、啊，
垃圾，什么东西？看前面有母汤，我垃圾屎。垃圾屎。哇，今天挖了93个铁矿。你讲了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呢。哎，蜂蜜成熟了。可是公园眼科的冰我也没吃过啊，我好想吃哦。还不错吃啊。哎妈，怎么卡在这边的干丁？莫名其妙的被卡到，很好笑。天哪！不要再接近快度问你的时候就好吃多了。对啊，本来就是会那样子啊。哦，对了，现在那个准备过年的时候，那好事多吼吼，这个人嘛，这个人数嘛，呵呵，已经不叫好事多，那叫人好多。哎干，潘武三日算了，算不讲你了。你看哇，又是嗯，哇，超级炸弹可以做了，恭喜！我可以炸西游家了。我的妈！当时我拿超级炸弹炸你家。看你们，哎、欸，不行，我现在旁边。麻烦炸线先把我家移走，先把我家移走，移走之后你们再互炸好吗？超级炸弹到底可以炸多大范围啊？这还蛮大的啊，大概有那么大。我要先把昨天的东西放，我还没放完。我赶的是睡觉，是不是？没有，你要先。你可要先收获一下，不是我东西要先放，我是怎么是？我东西找不到地方放，我准备啊。我东西找不到地方放，我放那个螺，那是螺吗？就那个咖啡色的，像贝壳。我刚这些随便塞了，管它那么多，反正肌肉整理。啊、肌肉整理我随便塞的。嗯，这样的话，我真的要开该去该弄个专门放箱子的地方了。好，好想吃糖醋排骨。请问台中哪里有好玩？台中哪里有好玩的？有好玩的。最近有，最近晚上有，最近晚上有灯会啊。撇开灯会，谢谢。然后还要撇开那个成品。撇开什么？晴美成品也不用。哦，还是想看那个台中名产消波块。消波块也不用，谢谢。你对于景点是不是有什么很大的误解？没有，就海边啊，然后可能消波块比较那个一点。海波浪是不是？是要对唱是不是？海波浪。西罗教你怎么样成为消波块？怕可以不要吗？哎，感觉好专业，可是我觉得比较好的。专业的消波块。咦，咖啡好了。不是啊，我在找地方吧。你要塞什么？大树莓。大树莓。啊，在这里。大树莓随便塞。大树莓基本上就右边随便塞了。卡坡。哦，卡坡屋在台中没错啦。然后我之前就是带着我朋友进去，然后一师傅他就喷了好多。走啦！啊？什么？你是说怎么了吗？走了啊，走了啊，去卡坡啊，去看卡坡啊。卡坡没有办法逛一整天，好吗？不是啊，可以加好事多。好事多摸眼科，然后卡坡这样子。那你知道我们可能要有人自己负责开车。没干？怎么？你发现是让你来开车的意思了吗？我看那个，我看到了，为什么那个树卡在中间？什么鬼？没有啊，因为树往那边倒啊。
西洛，你看，你来看温室。奶泡猫屋也要开幕了。是啊，开在嘎波。哦，是哦。啊，峰峰来看，世界奇观。等等等，我还在那个铁匠家，我先开车开矿车回去。咦，这里还有一颗。它没有熟啊。对吧？啊，哦，感觉是防碰手，我想说。怎么混在咖啡里？整，没办法，因为说一个被乌鸦叼走了。整啊！你看温室，温室，你去温室看一下，你会看到世界。这个，最偏那个，那是什么鬼？那木头吗？对啊。那是谁啊？被打死是不是？打死？那是被干掉了吗？世界奇观。就很像是那个什么鸟屎之类的被喷在上面一样，靠北啊！形象的比喻，有点不舒服的比喻，我觉得蛮形象的，有点不舒服。快看，是世界奇观啊！但可是我觉得台中的情侣不是那么。台中什么？情侣。哎、欸，要定的话，尴尬的是，不好定是不是？不是不好定，是他的选择太少。哦、好像是哈、哦。就是你知道，跟台北比起来就尴尬的定位，少很多。当然啦、啊。而且台中高铁站它不是在，它不是在市区，它不是在火车站旁边。哎、欸，它是在火车站旁，没错啊。它是火车站吗？对，不是，我是说，我指的是台中火车站。不是，它是新乌日火车站。对啊，点不一样。我是说，它不是台中火車站。风破敲大腿如鱼。哎、欸，箱子没有吗？我不知道，我要看一下。你要先看完之后再问我啊。没有，因为说我刚接到任务，好歹是看完再跟我讲吧。还会看就跟我讲说你需要什么东西，你这样我很难做事呢。那就是风破小吊手，三小。我看一下哦，大嘴金色的。啊，我忘记先。草莓果酒可以卖啦，111瓶。OK。有没有很多瓶的感觉？没有。还要更多？你还要更多？没问题。哦，这个鱼是。哎、欸，西罗，观众，刚刚跟我讲说，奶泡猫屋要开幕了，开在嘎波屋旁边。啊。奶泡猫屋又是三小，就是那个咖啡上面的那一只奶泡。啊，我知道，这说那个很可爱啊。你应该要等，所以你应该要一次性等它都开完之后再去吗？它很可爱耶。对呀、啊，这样会比较好啊。有啊，观众疯狂啦！有特定的有确切的开幕日期吗？目前还没看到哎、欸。我可能还要再看吧。看来，走了啦，揪团去那个好事多了啦。你是说那个吗 ？Tuesday 可以来的，尽量来，然后聚会吗？鱼子酱，就特别为了去好事多跟什么东西去聚会，是这样子吗？啊，是这样子吗？看不行你，我不是说不行的意思啊，我是说是要这样子吗？我只是先问而已，先确定一下吧。可是我觉得其实这样大家时间应该有点难抢、嗯。我觉得可能就变成要租摩托车哦。不用了，西罗开车了，有点难抢。我开车，开车不好停车啊，台中。台中不好停汽车，比较好停摩托车。不是比较好放收波块吗？
没有那个最近可能有点满，所以说现在改有点满。对，现在可能有点满，所以目前我们英勇伟大的消物块制作者现在已经转行做水饺了。我平时在做饭。真的啊，他现在还有联名水饺呢，但是什么做的我就不知道了啦。啊，糟糕，蓝色的。什么东西蓝色的？国民党。咖啡是蓝色的，我知道。啊，蝙蝠啦。哦，咖啡好。好哦。好哦。啊，抓到了蓝的。哇靠！咖啡给我一颗炸弹。咖啡是蓝的，抓到了。蓝蓝的。咖啡，给我一颗炸弹。啊？什么？咖啡给你一颗炸弹？黑色的那一种。啊！到底在干嘛？哦，结束了，快跳！我拿到15个哎，好爽哦！到底在干嘛？15个蝙蝠翼。我也不知道到底在干嘛。扪心自问。不知道，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行。哎呀，喉咙又突然有点不舒服啊！我觉得我应该要先把我的骨头升级才对，不然的话这样砍还是有点慢。我需要森林破坏者。这样子的话，我在想，我那个熔炉要不要多做几台？是啊，熔炉，我在想要多做几台。我去做一台熔炉，它需要20个铜。啊！NPC 不要走。NPC 照刚才不会赶快。对啊，照刚才不会。血感觉熔炉在烧的样子的时候看起来好像好亮、啊、超亮的、啊、超亮的超亮的、啊、有一刹那我以为是西维亚准备着火了，我的妈，为什么用我家着火，你说你那边灯火，你是不是很希望我在那边我家着火啊？对于你家着火这件事我深表遗憾，可以不要吗？到底在干嘛？你们没有干嘛、啊？我没有干嘛、啊，是不是龙哥？哎、欸，史莱姆这个在哪里啊？哦，在这里。对啊。啊，木头呢？这里啊。哦，红木在这里。找箱子大困扰。因为他不写说里面有什么东西。对。真的困扰，妈的！找老半天找不到放的点，真的很麻烦。是在厮杀小？没有没有看我头顶刚刚举着什么东西吗？我什么都没看到。你手上不是举着苹果吗？来我们可以去你家试试看。拜托，先把我家搬走好不好？西游已经错乱了，你知道吗？我错乱，我靠！啊，我先看那个嘎波咖啡馆的那个。快点啦、啊！给你那只飞鸟雕像静一静好不好？你说嘎波屋吗？对啊。那个也在我家附近啊。好可爱哦、喔！问题是，如果你是要买超大型抱枕，我是不太建议啊，因为那个不好带啦。那个真的很大，那个真的，那叫什么？嘎波波波波波波君吗？
哦哟，然后你说我那一条，你说我那一条、哦，对啊。我说实在话，我真的觉得，我真的觉得你买了之后不拿来用，真的很好笑。那还不如不要买。哦，没有，那个是转蛋物。啊？啊，我想到了，台中还有那个 Outlet， 可是 Outlet 超远，干。Outlet 超远呢、欸。Outlet 超远。到底是台中为什么要把一堆东西都四处放、啊？ Outlet 爆远，我真的没办法。萝卜、啊、有没有山洞萝卜啊？我找你自己那边不是有吗？你自己箱子有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看到有吗？欸、抱歉，哎呀，哦有哎、欸。把图啊。我看到一间，我要贴这里。你要贴哪里？看你自己看。看，我去看看。哪里？快点。这个我好香。烧草莓喽。我看一下在哪里。我好像听说过。放哪？啊，没有。是我还没有 loading 到吗？还是？我没有贴给你，抱歉。哦，好吧。贴失去。哦。我以为你是丢 Discord， 我是想要看一下。我贴给住台中的那一个。是 OK。没关系，我可以，没关系，我可以顺便把这个链接丢到那個。因为我觉得好像你有那个上面都在讲那些一些有的没的，然后突然贴了一个美食的，然后有点拍解。是没差了。什么？呀，不知道什么东西，不是什么东西。等一下，孵化什么东西？什么孵化什么东西？哦，恐龙吗？恐龙出来了。叫什么名字？为什么会有恐龙？哦，我之前的时候，我啊，是我钓到的吗？还是怎样？对啊，你钓到的、啊。哦，你说那个恐龙蛋。对。然后那个怎么孵啊？然后我直接加龙眼。你说自爆那个吗？龙眼。他怎么孵啊？恐龙蛋。哪里？就丢到孵化器，丢到孵化机里面去啊。他现在哪里？鸡舍啊，鸡舍里面养龙。孵化机哦，你是说用那个鸡舍里面那个吗？附加的那个功能、啊、哦。它是母的、哦。你不会跟我讲说以后会生恐龙蛋吧？会。总觉得有点。微妙。哦，希望你是我是对他做什么，要不然他怎么会生呢？哦，希望哦。恭喜啦！哦，希望汤红。为什么又是我？奇怪呢？你怎么可以对他出手呢？我为什么要对他出手啊？我怎么知道？啊，好，上面的鸟屎清掉了。然后还有一堆防风草，根本有遗漏的。我遗漏根本没有清掉嘛，我清掉了。哎、欸，西罗种菜，走，走。说到松饼，我之前有自己做过。你说的是那种 pancake 的还是 waffle？ pancake， 那很简单好不好？waffle 要机器才能刻出才有那个纹路吧？没错，只是我这边好像有 waffle 的机器。其实我家里自己也有，是有那种松饼机嘛、啊，就是它有的还可以换盘子。没有、啊，因为说我那个好像是我室友夹挖机夹到的。夹挖机？你敢用吗？说实在话，啊，你敢用吗？说实在话，对了，那个防风草要放哪一个箱子里面啊？没有，是能用啊，因为说是是那个绿的、那個、日本寄过来的、哦好好，绿色那个箱子，因为是日本寄过来的、啊哦，好吧。不是哦，是他玩网路上的那种哦、啊。对对对对对。你就不怕寄了一个什么滴滴答答的东西吗？没有啊，那没有、啊、那个好像你看过不是吗？我知道啊，可是我都重点是说你不怕会有滴滴答答吗？对啊。应该是不会吧？吧吧吧。看来本人都没办法确认。因为我没用过。其实我蛮意外的是，那只恐龙竟然是，那只应该是剑齿龙吧？我猜。我其实没有看恐龙，我就直接出门了。它就绿色的，然后后面有那个棘板吧那一类的东西。它是蚁是不是啊？蚁。蚁。没有那个不一样，那个是蛇颈龙。
你会不、欸、会蚁的那只是像三角龙吧？那一只？那个是奇异生物吧？那个奇异。嗯，咦，靠腰、哦。看得起我很懂。我的妈！等一下，趁现在在烧铜的时候，我先点一下手游好了。不是这样子的吧？没有啊，我的没有，我的调查还没点完呢、啊。哦，嗯，啊，闪暖那个活动，那个球到底要不要换完？看你要不要换完了、啊。我是都会换的、啊。我是在拼想办法换完，可是我觉得好像有点困难。好像有点困难。对，没有办法，他全部的球都换掉。可能没办法全部换完吧。啊！哦，没了，铜跟铁都没了，钓鱼喽！都烧完了。钓鱼，钓鱼，钓什么鱼？嗯，现在换烧金矿，大概在首尔那边的鱼吧。啊！完了，我 get 不到风暴的点。啊！首尔是哪边的首都啊？你看我水差点喷出来。有点远哦。嗯。因为不方便那个那么明白直白的讲出来，所以只好 double 的那个，只好 double 曲折的表示出来。要连续、欸、要什么？为什么食指越来越痛啊？我靠！还有，看你是不是受伤流血啊？你是不是被做成巫毒娃娃了、啊？你是不是被做成巫毒娃娃了？没有吧？你是被叮草人了？我家那个半夜纸扎那个，应该是没有叮啦、啊。你是被叮的那个吧？应该是没有吧？我现在我说不要搞得我现在有点害怕，你知道吗？看你手有没有肿起来，一看就知道啦、啊。没有肿起来啊，那就是用但就是用它按键盘的时候有点痛。我觉得没有好，明天要去看医生。说不定是中血。看中血不会只中一根手指，中的是脑袋。中到。怎么啦？我们在讲什么？你可以不用在意，反正出事情就是。我们两个在画虎烂。啊！怎么又是这个？那个？骷髅头。哦。你可以把它弄成大骨汤啊。那种东西你给我，我也不敢喝吧。我也不敢喝吧。就可以看 LNG 的实况。哇！会不会贵呢？私募你带贵，胸要贵啦！为什么又要贵？胸贵，凶猛的跪下去。不要，我拒绝。我觉得凶猛的跪下去好像没有比较好哎。凶猛的跪下去之后就那个地裂啊，看膝盖都裂了。那个钱好像会掉两倍一样。好痛啊！好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然后血都降到差不多一半以下，我猜。啊啊！也没有，我每次打那种骷髅都很烦。我真的有一次要打五只、啊，超麻烦的。胸柜比较好吧？我胸柜比较好？问号。本本小精灵讲的，我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知道？这个本本小精灵有点可怕、啊。我觉得见仁见智。我觉得很可怕。耶、yeah, ！我跟马尼新的，太好了！恭喜恭喜恭喜！可是镇长还没有，镇长还没有说拿到镇长内裤了。可是镇长还没说他掉内裤啊。好的。哎、欸，可是你那边可以看到有内裤吧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、啊、其实还没有很靠近
我觉得，我觉得你要去看他那边有没有像内裤那样的东西，因为有可有些东西你要先从这一类迹象去找，说看你是不是有些东西就被 skip 掉了。嗯，穿，因为我们也没有试过，就是说是中途跑进来，然后其他东西还会维持原样。哦，也可以啊，明天早上。要不然像是有另外一种方式，就是说你现在可以拿到秘密纸条吗？我不知道耶，都还没有拿到过，因为你没有放大镜吧？他要冬季去解任务，对啊，像是这一类的、啊，你就要从这一类方向去看，说到底能不能获得。如果这些事件你都没办法遇到，那代表没办法、啊。那我就是标准的，只是一个劳工角色而已啊。哈，这样就没办法拿别人的内裤。我觉得风波现在很热衷于拿别人的内裤。反正我的部分已经结束了，这一部分我已经结束了。所以开始渴望那条内裤了是吧？并没有，我只是准备看，我只是想要看笑话而已。我以为风波是怀念起那条内裤了。我是不管怎么样都很母汤啊！我只是等着看希望拿那个内裤会做出什么事而已。啊！我讲的是互惠是不是？没有啊，那条内裤现在正躺在箱子里面，我完全不想理它。其实我会每天早上跟晚上起床跟睡觉前会去闻一下，拿来做事情。啊？啊？啊？嗯。你知道我很久没有开那。很久没开那个箱子，你知道吗？我不予置评，谢谢大家，我不予置评。88888，项链的纸条是25，我项链纸条是25，是我根本不晓得你干嘛。哦，周应该要去做那个一些那个走来走去的那个，走来走去的秘密纸条啊。走来走去的秘密纸条是怎样？走来走去，有那个秘密纸条叫你走指定方向，然后走一走之后，然后会走下一个方向这样子。没有、啊，不是啊，是秘密纸条会长脚啊。呀，有够恐怖的！秘密纸条会记录起你的秘密。放我家的盆栽到底是三小？什么东西？放在我家的盆栽到底是三小？那个是可以让你加体力的、啊。嗯，是吧？那可以加，让你加体力的、啊。因为说之前为了一些钱，所以说没有留，但是刚好有种子，就种那一家了。两位，12点的还不睡吗？我还在挖东西啊。为什么我的 Discord 跳那么多通知？等一下，我先把它点开，要不然太多未读就好烦。强迫症？不是，你就知道那边挂一个很大树在那边，然后没有把它读完，然后挂在那边。数字满点，要一点哦。项链是给卡洛琳或阿比盖尔的，是的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去错地方了。去错地方。我刚想说，我刚点巴士站，点下去点着点不下去，然后点成这就过去了。哦，单啤酒就好了。1:30了，两位大哥，想要直接跪地是不是？没关系，就跪吧。哎呀，今天谢恩生日，算了。你是在睡觉前才会想起来吗？欸对，我在睡觉前才选。那个我农耕十级的要选哪个？有什么、啊？是鸡舍大师，更快的与笼里的动物交好，孵化时间减半。然后另外一个是牧羊人，更快的与触碰的动物交好，收割动物毛时间变快。鸡舍好了。我觉得两个都没屁用，因为我都不会去。我有都不会去，我觉得。嗯。没有什么特大屁用，不会去，随便啊。我要选鸡舍了。我是觉得鸡舍比较有用一点啊。嗯。
我看到我朋友正在玩 Overcook。Overcook。Overcook。我买二代。Overcook 二。他应该都会买二代才对了，因为一代不能够多人联机哦，一代只能本机多人，一个人玩四个角色，很累哦，太累了吧？那谁啊？谁？因为一代就是单人那个啊。记得看电视。他只能单机连线，单机多人啊，他没有办法连线多人啊，所以就是一个人玩四个角色。好悲哀的游戏哦，很累的。训练那个手脚能力协调。完美早餐，是完美早餐哦。皮埃尔寄了一封信，我想吃生鱼片。那我屁事！干闭着，我还没有吃到，你不能吃。带一份生鱼片。对啊。所以我要先看我自己能不能够做生鱼片呢。看看可是生鱼片材料很简单的、啊，很简单啊，瓜牛就可以了。对，直接拿瓜牛就好了。瓜牛就可以了，瓜牛比较便宜。可是我没有那个，我好像没有那个。我十等了，西罗帮收啊。不是，我现在在看有没有生鱼片的那个。啊哈，没关系，我自己收，我自己收。我自己收。好，没看到。但我们好像没有生鱼片这种东西、啊，我们只有生鱼寿司而已啊。有啦，生鱼片啦，任意啦。白痴。你有？有啊，应该是好感度问题吧？那好像是好感度食，那好像是好感度的食谱的样子。这样子的话，你的好感度还真的是不怎么样哎、啊。我想起来，是不是那个？没错，就是那个。那个流浪汉会给的食谱啊？好像是吧。看，刚刚要开始跟他打好关系了，快，给他美洲大树莓，他很喜欢那个。是哦，他之前是喜欢那个，我好讶异哦。那个美洲大树莓也很好用啊，那个好跟防风草一样，超好用的，然后拿去卖掉。看你们都卖掉哦，不会吧？没有了，没有吧？有自己收一些起来了，没有到全部都卖掉。你说美洲大树莓吗？还是什么东西？美洲大树莓，非洲大树莓，非洲大树莓，你叫我非欧算了。欧洲大树莓会听得比较好吗？好像没什么差哦。已经半年多没吃鱼了，你可以去吃一下。说实话，你讲龙眼这个名字也不怎么样啊？也是吃的吧？这个？他们就是个龙吗？然后就叫他龙眼呢、啊？好像也可以送他防风草的样子。那我你说送龙防风草？啊，不然你可以叫他龙眼蜜啊。那我想一下，我要先去捡东西，然后绕一圈，然后把项链拿去给阿比盖尔。在哪里啊？通常阿比盖尔就是紫头发那个、啊，对啊，杂货店他女儿。哦，那还蛮刚好的，那就走去。礼拜天，礼拜天我干嘛？礼拜天就是站在外面，然后等着两点柜。我的妈！那是悠闲的一天。真是悠闲的一天、啊。我等你这样做。看你们俩是不是有私怨啊？说。很强力的吐槽。想要解剖蒲公英。为什么解剖蒲公英？德米特里勒斯那里。好。哦，那个科学家，那个木匠他老公。那个小黑炭嘛。但我也是黑炭、啊、哇塞，鲨鱼两条！我也是黑炭啊，看看我的肤色。是，有没有鲨鱼两条啊？好像没有鲨鱼，鲨鱼。我看一下，沙漠的。哈哈，阿比盖尔拿到项链的时候很 shock， 整个角色在动。那条项链你在哪里找到的？在那个对，就是那个地方。他超惊恐的。在那个地方。那个地方。那个。我阿比盖尔也是两星的，天哪！可恶，风波这边只有一条鲨鱼。大概是因为我大部分都直接卖掉了。鲨鱼。
那个沙漠那边才有的鱼。哦，是那种鲨？是那个鲨鱼还是沙子鱼？沙子的鱼啊。哦，我想说是大白鲨的那个鲨。想要去什么？瀑布居然钓起大白鲨？没有，我们不是钓到一堆鱼，都已经可以超越一般人的体长了吗？啊，我去沙漠钓钓看，看个机会，给个机会，给个机会。哎、欸，我准备要下班了，各位。差不多了，快结束了。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快了，快了。差不多今天结束嘛，对不对？差不多要下班啦，各位，差不多啦。差不多可以让我手指休息啦。我觉得那个美好真的，明天可能要去看个医生。什么美好？是手啦。手指啊。哦。说的是你的手指。不然以为哪里美好？我想说什么美好？就没有了美好的，看情况吧。我要先找木匠。反正怎么钓都钓不到啊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条鱼也太活泼了吧？很鲜哦，鲜哦！哦天哪、啊！它、啊、可能那个弹跳点那个999吧？弹跳甲鱼汤？弹跳甲鱼汤吗？等一下，我钓到一条秘密纸条啊！问号，一条秘密纸，什么鬼？一条秘密纸条。干，充满了恶意冲击的笑点，钓到了秘密纸条，还是有多冲击啊！而且还是活跳跳的秘密纸，都还活跳跳的，哇！一现在在那个我的那个社交上面的时候，他的手在抖哎、欸，啊，什么东西？我现在会吸入了。那个手在旁边上一直抖。钓鱼，那是因为在钓鱼，在拉鱼。钓、哦、鱼吗？是因为在钓鱼吗？我在钓鱼啊！我在钓鱼啦！哇，是在钓鱼的时候手超抖的。那是鱼上钩，然后在那个……哦，有了，不动了，不动了。什么秘密纸条？不抖了，不抖了，笑死啊！我想说，我没干嘛，只是钓鱼，为什么手在抖？我也觉得很困惑啊。我的肾还好好的，可以吗？我觉得如果真的要躲的话，应该是西罗的手在抖比较有可能。他说他的手痛，那个左手是抽蓄吧？因为我先看到是一先抽蓄啊，接下来才是西罗抽蓄啊。啊！我还真的没有想到会那个样子。我也没有想到，我刚也打开看一下就，Dead。因为我刚刚风暴手在抖，没错，对，我在钓鱼啊，他这真的是因为钓鱼的关系。我在钓鱼啊，真的在钓鱼的时候会抖哎、欸，天哪！到底在干嘛啦？好累哦！你要问问看那个作者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不是我们的问题啊。为什么感觉瞬间阿扁了？干，好累哦，笑得好累哦。这样至少这样不困。没有，我想下班的，想下班就不困。想下班就会困的，是不是？想下班才不困吗？好累哦，笑得好累哦。是怎样才会不累？没有笑那么 key 笑的时候吧。那我觉得很难诶，你大概都一直在处在累的阶段吧？对啊。东西要蒲公英，我这边也是要蒲公英。我有，我箱子里面也有，还蛮多的。这样子，蒲公英，我只是要拿最普通的。不要，我不要给你的，吧吧。伤心、啊，下班了，那没办法。啊，没关系，我可以拿，走，随便掉个，没关系，我拿银心的就好了。我有普通的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可以，反正现在只要，反正现在只要一剪，只要手一摸起来就紫色的。海蓝宝石，翡翠，
现在时间来得及吗？你要找谁啊？好奇。哎、欸，那个黑人去哪了？我怎么看？研究员吧，他不在木匠家吗？哦、他好像有时候会在那个旁边的湖、哦、那边。哦，都调查吗？没有看到他了，啊、他有时候会没有看到他了。那个夫妻俩正在那个厨房，不知道在干什么。那你还跑进去，超不应该的。哦，破坏气氛。没有、哦，你想要玩？没有，我刚没有，因为说他们两个在忙，哦、所以说我刚跑去找了一下他们女儿聊天一下。哦，越猴屁呀、啊，越哑巴了，又猴，越来越不行了，这对话。Why？ 又不行了，这样又不行了。我觉得你们都很母汤。哎呀，看来两位可能要上床睡觉了。我要找流浪汉，他应该在帐篷里吧？帐篷里啊，我刚看到他在帐篷里。我要送他防风巢。安安，给你防风巢。丢他脸上、啊。我们又要吃干，这系统要吃掉吗？你想吃掉吗？是啊、但是就是战不够劲，系统就会认为你要吃掉，就。叹气，我没有要吃的，我要送他了。算了，我先把一些树砍上掉好了。好了，砍树喽！哦，又要找开始翻箱了，放东西，狂翻箱子，翻箱倒柜，磨。哦咻！我先把一些松树砍掉。把一些阿松砍掉。阿松？啊？什么东西？阿松？我不知道。小松先生啊。之前的动画、啊，之前有一部动画不是叫小松先生？哦，我知道啊。我在讲这个、啊。只是说这种，我真的觉得那个我没有什么兴趣。那部动画我真的没什么兴趣。没有，我是因为太多人一直在那边刷有点刷到有点将近恶意的感觉的时候，我就不想看了。我就直接失去兴趣。Google 超烦，太多人在发出厨的声音了，真是受不了。哦、oh, ，这个哦、oh. ，那是六个大熊还是七个大熊啊？六个，六胞胎。哦、oh, ，那个我觉得不能现在讲。已经上床睡觉。小松先生他的本还蛮多的。不是，是重点是当时因为太多人在吹捧，然后就 FB 整个在刷。我现在重点是为什么一的脑海里面是本。不是啊，你就知道那时候那个就那个乱，那时候真的很多，就是不管是。不管在哪边，在哪个哪，但还是扑浪，真的都超多。而且是将近一种恶意式的在那边一直在那边发，一直在那边一直在po文跟发。我是没有看到恶意啦，可是就很烦，重点是很烦。数量真的超多哦，就觉得好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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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像是邪教一样。但我是没有碰到那种的啦，一种都在邪教。不是啊，我就是那个po文的那个po文的频率之多，真的是。那个真的感觉很邪教哎！哇塞，数数一又一百多。我刚刚给你的，你那个啊，棕饼。哎、欸，怎么了？没有，你那个网页往下拉，还有其他间棕饼的介绍。哦，你是不是很想吃棕饼啊？是。好、哦，你是想要吃的是那种 waffle 的那种类型吗？我其实都可以哦，不管是 waffle 还是 pancake， 我觉得 pancake 弄起来很简单了、啊，自己家都可以自己做，而且自己还可以调。pancake 有时候你要把它弄的就是有点浮啊浮啊的感觉，嗯、有一点困难。通常就是加鸡蛋跟，因为很多都是扁扁的，就会像那个铜锣烧的，哦，没有那种感觉。没有，应该说你要用 pancake 弄到那么
高的话，基本上的话你要特别去加。谢谢大家，我要下班了，八九点半，马上下班。也太快。你想要讲的应该是那个它那个厚度会比较蓬松吧？没有，应该说之前的话，我是有想说做蓬松的，所以说我是有额外弄那个发泡粉有没有？但是说后面怎么弄都拉不起来，拉不起来。因为有的它会很变得很扎实，就是会像铜锣扁扁的、啊。对，是啊，只是说我之前做的那个是算严格来说算蓬松啊，只是说。因为说我没有他那个什么，好像就是他会有一个专门的器具，就是可以让他发泡机吗？他让不是是可以挡着，就是说你在煎的时候可以，我说模具、哦，对，就是模具，然后说他那个会，然后才把它弄得比较高，不然的话就是，不然的话你直接倒一平底锅机，基本上就是摊平的啦。我会觉得有点像舒芙蕾那样子，就是对对对，砰砰砰的。是的，首先就是让它可以本身就要发，就要把它打到发泡。另外一个就是要真的要模具了，真的。嗯，我是觉得不要像铜锣烧饼皮那种 label， 其实都 OK 啦。那个太扎实了。可是你平常在家里很常就是做那种的。好像 pancake 它的那个面糊好像就是不能太高的过筛，不是好像就没有在过筛的。有吧？你在倒面粉的时候，面粉一定要倒面粉会过筛，但是说到最后面的时候，有时候就是整个面糊在那边的时候，它好像不会过筛，因为说有些的话，它会就最后过筛，然后之后弄得比较干净。但是说 pancake 好像就没有那个东，就好像不会那样做一样。哦，反正就调一调，就直接倒下去，然后给它。就是调一调之后，可能要放冰箱弄，放冰箱。放了一个晚上还两个晚上之后才拿出来用，不是立即用的，不用吧？没有要放，要放，对，要放。我通常家里的话是晚上弄完之后会放到隔天早上再用，因为我都是做杯子蛋糕，我都是调完然后直接下去烤了。我只会杯子蛋糕了，没有你那不一样啦，我只会杯子蛋糕了。想到也是不一样，一瞬间跑题了呀！好啦，谢谢大家，八八八，我挂电话了，麻烦。玩，下周还有你们玩。明天还要上课，明天还要上课啊！大家早点休息啊！大家上班上课，早点休息。八八八，八八八八。